八宝饭终于到货了，太嫩了。加这么多辣椒，感觉都没有辣味儿。啊，不是，小米椒炒蛋，盖浇饭。哇，
风扇老把我的葱给吹跑。镇江，大格乐又上线了。我最近又很迷喝苏打水。我家这个空调不咋给力，不刮风扇吧又很热。